安居了。妈妈，舅舅说要带我来去看母老虎。你安居了。黄金海草，地里长，有个老江湖了。家好啊，跟妈妈哦，起码咱对他呢。已经有面会啊，啊，所以讲吼，我归去了，办一桌啊。你有开？你要去搞个面会？你去啦！这边吗？我忍不住，对不起。我跟阿邦一样，很乖。不要笑我爸，我爸的用语就是这样，好不好？你乖顾啊，才用乖，还用公平会？准笑。笑死！皇帝驾到。我带。你有跟现在合作过，你嘛知伊这人是一个重情重义重分明、爱哄爱爱查某。我参球啊！火爆现场！我本来看到因当初感情遐尼好，啊，薪水都袂付啊，都跟咱你，都跟咱你这安徽人哈，你西人，你西人啥？你西人煞袂啊你啊！我咧西你西西人啥啦？西你这西人，我咧西袂，一直甲我西，你妈！哎呦，你是小花床吗？小姐，没有，我说塞，一定会给他塞。塞啊，感觉好像塞胸骨啊！我塞你，你那个感觉好像小花钻花了，没有啦。笑声传来。啊，你妈妈讲哦，以后要贵的机会才多啦，这个先唔免啦。我不应该笑了。一秒夜店风，是用 B P H 手段，会把人遐救过来，还把他搞糊涂。电子光法术，困一天了后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面子哦变得足光的。明珠刚刚是什么？对不起，不是明珠，你的领先变得就好哎。七月还没到，哎，我是你的 partner 兼小学小学同学，各兼拍蜜微蜜，拍蜜啊！我是拍蜜啊！你是拍蜜啊？对不起。数学金算师，一台新的蛋黄饼是三万八千四百块，一台无锡的巧克力酥是五万一千块，三新的海苔卷是五万块四百块。拢共七十五箱，加起来是13,900块，拍落来是12,500,520块才对。胃痛是这样来的。爱记得哦，你不爱啉酒。No。醉啦醉啦，对不起。小培养是不错，我帮你们解决啊！高粱直接拿上来，在哪里？